哎，有人，杰哥，睡觉了没有？你们听到他声音没有？是我。我是小小。嗯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睡觉吗，杰哥？你还？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来，你们坐。啊，好。你一个人吗？对，我一个人。不是今天下棋的没对象呢？啊。没跟你一起来？没有。啊。走，你们坐，我关门。嗯，好。你也进来坐呀，杰哥。会不会吵到家里人啊？没有。他们没在家是吧？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谁来了呢？小孩子没在家吗？小孩子做作业了。来，坐你们坐。哎呦，吃饭了没有啊？吃了。嗯，是的。啊，你在直播？对，我在直播。坐这个。是不是晚上觉得天黑了，所以直接播过来的呀？嗯，对，有点害怕。那来，你直播的话，这个放手机放在上面播。嗯，好。你吃饭了没有啊？吃了。我看你没有吃饭呢。嗯。看你没事，你是没吃饭的样子。少吃一顿，当然减肥了。嗯，还有怎么样？今天下棋成功了？你猜？杰哥，你坐过来一点嘛，家人们也想看你。肯定成功了，那个是不是的？那个帅不帅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所以你今天，哎，不说这个，主要就是来跟你。家人们，你们想知道？家人们应该知道。家人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小小成功了没有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小小没有吃饭，哇，你看。他们都知道你没吃饭，你还骗我你吃了。没事，我吃了的。他们开玩笑的，我吃了的。吃的。你真的没吃饭的话，我给你做点饭吃。我看你有点心情不好那种。没有，心情好，看了你心情就好了。那下棋成功怎么样嘛？说嘛，我今天一直都不那问你有没有成功，你也没有回答我。我一直都很好奇呢，很想知道你有没有成功。我都不想说这个，不想提这个，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，真的很。不说这个，杰哥。你说嘛，成功就成功嘛，没事，成功就成功嘛。没吃饭，你看家里面都是你没吃饭，我得给你做饭吃啊。不做，这么晚了，我不饿，杰哥。坐着，我真不饿。真的，我给你做饭吃。不做，聊会儿天就行。煮点面条也可以啊，你看。不吃了。家人们，我吃饭了的，家人们，吃了的。不让杰哥去做啊！谢谢家人们的关心啊！怎么，杰哥，你怎么这么好奇我今天相亲成没成功呢？我能不好奇吗？对不对？我一直想知道你跟你相亲的那个人是长得什么样的，然后想知道他是做什么的，还有个子高不高，长得帅不帅，这些我都很想知道的。这么好奇啊！
肯定好奇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说我相亲成功了呢？你相亲成功了，那祝福你啊。啊，祝福我。是啊。不祝福你的话，还能我还能怎么办嘛？是不是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小小要是相亲成功的话，我是得祝福他了嘛，是吧？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杰哥，我相亲成功没有成功？你们告诉杰哥好不好？觉得相亲成功了的，打个成功给杰哥看；没有成功的，打一个没有成功，好不好？给杰哥看一看。啊，好多人都打没有成功啊。啊，那你。那我说相亲成功了，家人们说没有，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家人们呢？嗯，我相信你啊，你不可能骗我的嘛。嗯，今天没有相亲成功。杰哥，你往这边坐点吧，要不然他们看不到。我去。真是。嗯。真去了吗？嗯。我去了，但是去了，然后我看到人，我马上就走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跟我一样长得胖了？什么胖不胖的？那你怎么看到人就走啊？你爸爸给你长得肯定很优秀的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不知道不帅吗？你们知道的话，你们会比我还要气愤，你们会比我还要无语。怎么了？难道你爸爸给你找一个老头子啊？那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肯定给你找一个，条件好的、优秀的、长得帅的。那人品不好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你都没有跟他相处才相亲的，怎么知道他人品不好？我肯定是认识我才说他人品不好啊。你这样不行啊，这样我看你去都没去吧，看你这个表情。我去了的，我爸叫我去的，我肯定会去啊。我去了，看到人我就走了，然后我就想，也不知道为啥，就想上来跟你聊会儿天。哎，没事，好的，还在后面嘛，反正你爸有这么多的人脉。还有合作伙伴有这么多，他们家也有儿子，应该也有没有结婚的嘛？让你爸爸给你妈妈的再挑嘛，反正你很年轻。我觉得我爸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那个人我是，怎么我也没想到。你也认识。他们认识啊。你也认识。你肯定是要求太高了，你肯定是要求太高了，所以比较挑剔。不是。但是也不能啊，你爸爸选的人肯定都很优秀啊，应该你没有挑的理由了，是不是？不是。跟你说那个人你也认识。啊？跟你说那个人你也认识。我见过啊。嗯。公司里面这么多人，我见过的话，我是优秀的人这么多，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？家人们，你们猜是谁啊？你们猜是谁啊？哇！怎么可能？家人们乱说！你看家人们打了什么？
你就乱说。不可能啊，小小爸爸怎么可能会推荐这种人去跟小小相亲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想笑，我不相信，肯定是小小这边他要求有点高。哎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到底是谁嘛？你说了，我好奇死了嘛。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哎呀，我都觉得丢脸死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怎么丢你了吗？你倒是说啊，你这样子说，我更让我好奇啊。说嘛，没事没事，说出来嘛。叫什么名字的？我们公司，不是我们公司的。不是公司的，那是张总合作伙伴家的儿子啊。不是。我见过好几个呢，跟王飞哥一起去。说结果好几个，不是，那不是的话是谁嘛？是，哎呀，你说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知道？你们想知道的扣个一，急死我了！这样子，你想想，你倒是说啊，真的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？你们想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你看这么多家人们都想知道，是哪个老祖啊？是哪个老祖家的儿子啊？是哪个年轻有为的少爷呀、啊？你看家人们都特别想知道，你就说嘛，小小求求你了。是。哎呀，急死人了。是哪个少爷吗？你说嘛，是哪家老祖的少爷？这，家人们，你们，家人们，你们猜是谁啊？你们想不想知道啊？当时小小我他为什么不说？你说嘛，你说我认识的。你烦是不是？不想说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杰哥。不说。嗯。那我让家人们逼你说。干什么？什么意思、啊？家人们，我问他的话，他不肯告诉我了，得让家人们来逼小小。家人们也不想知道。家人们，你们想知道吗？你们要想知道的话。把赞赞点到50万，把赞点到50万，然后我就让小小说，行不行？就3秒钟的时间嘛，现在啊不是2分钟嘛，到9点就点赞点到50万，然后让小小说，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个人说出来才行啊！你看家人们这么努力，你看点赞马上都37万了，你看一下就点1万多。行啊，你确定啊、哦、家人们2分钟以内啊，对，我就告诉你们2分钟，现在1分钟点赞刷备注，太丢脸了，太我就倒数一个字，我就倒数三个字就马上到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3、2、1。